们有一个摊位那边就跟大家拜年哈。但是给他们红包，这是一个一个传承啊，最主要给他之后呢，他们是饱饱满满之后，明天其实你的手气也很大，我告诉各位厂商，现在我们的厨师团向各位去拜年了，接下来的话有请我们的厨师团黄大仙。